早已丢弃良心，来引导你地断埋六寸。罪太深，法官必须看真，判他一世入册，至少可反省这心。苹果嘅歪理不要当真，随便地报道过便充满憎恨。坏记者作故仔压压审，你怎可以乱信？最终揭业将浮云，传媒大亨衰格令人难忍，揾钱相当无品，一早暗藏祸心。读报纸偏颇的手法加传闻，喷住血喷出的骨都写中人。传媒大亨拉去法庭受审，踩住前无去，里面每日面壁手震。做汉奸虽无减加倍的难恨，如犯法想一生，我是地怨恨，你别难。